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31号，是期指结算啦，昨日做咗啦。咁样今日咧系应该系好多股票嘅或者基金嘅一个季结，亦都有部分系一个年结，因此今日嗰个收市价等等等等样嘢咧，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啲嘅系启示嘅。咁样就大家昨日咧都对于个俄乌嘅局势咧系好兴奋，咁所以我昨日都已经讲咗啦，你信唔到乌克兰嗰个总统嘅咧。佢做戲個念劇本嘅啫嘛，係咪啊？咁呢啲我又唔好講咁多啦。如果唔係咧，踩咗政治啦。